昨天呢、啊，苏贞昌院长很辛苦，他打了高端确诊了，9月20要打，到现在不到一个月，没有保护力啊！高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保护力，说明薛瑞元，我引用你讲的，在这里讲的，10月底如果没有效益报告，要撤 EUA， 是不是确定？这当然，如果他没有把报告交过来的话，那就是违反我们那个附带的条件。嘿，照理讲啊，因为紧急授权有效期限1年，7月早就到期了，早就没有了。他有一直给他延，一直给他延，对，对不对？别人就不能延，就你看他可以延，10月底不能再延了哦。是他到现在没有交吧？现在还没，还没有交。全国人民真的已经看着卫福部，看着食药署，10月底没有报告出来，对，有没有撤掉EUA？高端公司它的年度的报告，因为它上市公司，它的销售额，我给他认真算了，外面媒体也讲了，1季736，可是我们的主席啊。3月8号咨询了陈时中，费鸿泰问每一季价格多少，陈时中部长800多块，费委员说单季871到881，对不对？陈时中说差不多，800多块高端的出产价，就是卖出去的736，政府付了800多，陈时中证实的。陈时中在这里不能说谎话哦，他证实的。这中间的差多少？如果800是差100块呀，500万剂差多少？差5亿呀。如果800块差多少？差60几块呀，乘以500万剂，差3亿多啊。这个钱谁拿走啊？这个价差谁拿走啊？你要不要讲一下来？这个价格我没有办法透露，什么没有办法透露？我已经跟你讲了，高端他的年报这样写，陈时中已经间接的证明有价差被人家赚走，已经自己证明他是图利，有些人一方面图利高端，出产价是他成本的3.7倍，给他这么高的价格买他，结果还不够，还更多。在图利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一个群体，很清楚啊，你要回答这个，你要回答。这个是企业保密的项目。什么叫企业保密？对，我没有办法回答。你仔细看哦，高端的年报，他的年报就是要写啊，他年报公开了，他已经公开了，他的年报怎么样揭露他是他的事情，他公开了，我有守密的义务。那你就是包庇啊，这个跟对不对？陈时中证实800多块啊，回答你的主席就800多块啊，你到现在还不敢讲，还是讲保密？是用保密的可以糊弄大家啊？这明明就是差价赚走了几亿，人民的血汗钱，3到5亿，可能更多。有人请问你，这中间如果有不法，那就是把证据摊开，然后就送检掉。你们要送啊，因为已经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我已经指控你啊。我指控你包庇啊，你不要在那里以为没事。这个不是包，没有包庇的问题，我只是保密。哪里？因为高端卖出去，他的报表写736块一剂，陈时中证实就是800块以上。那是陈前部长他的技术。所以你跟陈时中切割了。他当时怎么样回答，我并没有在场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替他说。这个是记录这个的文字，立法院的公文书哦。但是他的争议如何，这要问他，这我没有办法替他回答。所以你跟他切割了。今天啊，很清楚啊，薛瑞元不愿意跟陈时中背书，他的造势你就不要去。我跟你讲，他上一次造势你有没有去？陈时中造势你有没有去？我有去。你要去啊？对。你背书啊？结果现在切割了、啊。他中间赚了这么多，还有中间能赚了一笔，这吃人民的血汗钱啊。然后薛部长在这里什么话都不敢讲。什么都不敢吭，我们把相关的资料啊，监察院要动起来，已经动了，检调还在睡觉。